测器是自驾车的关键零组件，具备高解析、高稳定、多类型物件侦测，且易于前装整合等优点。在经济部产业技术司支持下，莱达科技与工业技术研究院研发国内首套低成本高性能的固态光达 AI 感知技术，降低硬体计算资源，提升精准度，大幅降低成本，在高速行驶下有效感知距离可达100公尺。固态光达 AI 感知技术可以在道路上侦测可行驶区域，并及时追踪行人、汽车、机车，侦测精准度可达90%。未来还可进一步强化智慧交通、智慧城市、无人机、机器人等领域之自主与智慧能力。